陈元俊近日个人活动频发，除了出国疑似准备个人专辑的行程，在知名饶舌歌手李永智的饮酒放送，最终回惊喜登场，引发关注和热议。俊又再次被募集到录制新节目，与韩国知名美食料理专家白中元一同现身仁川江华岛传统市场。俊穿上朴实保暖的外衣，戴着口罩，微卷的新发型和掩不住帅气的笑眼，自己拖着买菜篮，在一众路人围观下，不断地向当地摊商和民众打招呼，丝毫没有艺人的架子，十分亲民。此前在白中元的美食节目上，俊就展现了料理实力和老饕品味。再次与白中元同框录制节目，俊独特的异能感在美食领域似乎能发挥得更加自在奔放，令粉丝与网友十分期待播出。